骑兵不要赢，骑兵不要赢。哇！啊！有钱！5块钱！哇！一千，一千，一千！哦，一千里面有钱！哎，不错！哦，你和剪刀布这么容易，你会输啊？这一集的节目是由从废料到肥料，保护地球花草，给予生命美好的 BioMax Green 特别赞助播出。来吧，上课啦！太开心了，今天又看到徐拼的好朋友，耶！谢谢，对，我都不敢直视他。爆破大乐透，游戏规则：两组队员分别以石头剪刀布对垒，三局两胜。获胜者有权刺破一粒气球以筹集奖金。今天的游戏是三局两胜啊，然后每个队伍派一个人出来对 PK， OK？ 哎、欸，你不要看到气球就讲话滴滴答答，对啊，滴滴滴滴这样子。不会，来了，那我们直接开始了。你配骑兵，你配骑兵，我配你玛利亚。呀，直接这样子，我们出来一点吧，出来一点。不要，你不怕吧？你不怕？其实我和玛利亚很怕。还好，里面好像有礼物。骑兵不要赢，骑兵不要赢。OK。我要赢。OK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耶！一次都剪刀布，哎二 ，OK， 直接我赢了，我来了。啊！你们猜他会刺破哪一个？黄色最高的啦，当然。没有，我说最大力的那力啊，因为他最。哦。喂。还有多一个。一箭双雕。来。再多一次。然后炸多一次。哇！二。哇！有钱，2块钱，一千，一千，一千里面有钱，哎，不错，哦，来来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，马尼马尼马尼有钱哦，哇！我想玩鸟，现在好石头，我要放石头啊！好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啊！最棒的 ，OK 了，石头剪刀布啊！赢了！哇，我们的男生的运气真的很好，是风水吗？哇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、80、80块，OK， 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回家了，走，哎，80块，我们一人有20块嘞，耶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回家，来，回家，定买，哇，你要出什么？我要出，我告诉你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姐姐，要输嘞！我们不要跟你分啊！你没有赚钱，我们不要跟你分。加油！来，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布。哎，没有哎，两次输剪刀了。石头剪刀布这么容易，你会输啊？真的，两个两块就好，两块就好，两块就好。哎，徐斌来，徐斌，你要在那边。哎，没有钱了。给你，耶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怎么可能？真的没有啊！我不玩了，我回家，我们不认输，我回家。这个好笑。为什么你选里面的？因为有时候不知道里面藏什么宝，发现都没有宝，完全没有。我怎么选？我不要，可以，你端起，来，来了。来，我要出剪刀哦，两次剪刀哦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我说我出剪刀哦。石头剪刀布。可以哦。我还出剪刀哦。石头剪刀布。我被骗。耶，再来吧，这叫心理战术啊。
给他介绍一本书给你看。其实呢，你跟他讲要放剪刀，然后他干嘛放？因为他笨吗？来再来吧，来吧，石头剪刀布还是剪刀？没有发现到，其实这个剪刀才会赢哦。四把剪刀直接赢，你就是 lucky， 你就是 lucky， 这剪刀。从废料到肥料 ，BioMax 保护地球花草。钱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去上面，去上面，来，去上面，来，没有用。Relax。哇啦啦啦啦，下雨了！我跟你讲一下嘛 ，This is totally not planned， and this is the most unlucky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us。你 roll 哎，哇，这样子你这一生过得也蛮丰顺哦。This is unlucky， this is the most unlucky。OK， 好了。不理解，我拿到可以拿到 zero。OK， 来你出什么？我不知道啦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要听天由命啊！你出什么？我出布咯。我不信！我问了我又不信，你说反了。OK， 准备，剪刀石头布。我就是觉得剪刀的问题。我也是觉得剪刀的问题。我觉得你们克剪刀。我是不相信，他真要哭了。OK， 再一次，再一次。OK， 说。I don't know， I don't know。你好啊 ，I don't know。OK， 剪刀石头布。哇！不相信。OK， 我们试一下。OK， 我拿那个中间的。中间的。OK， 拿。OK， and。哎呦！啊，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100是最大的是吗？应该吧，应该吧。还有200，还有200，还有没有500？应该没有1000。你说你要先吗？来，加油！加油！时间来，要赢，要赢。好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为什么？你以为剪刀吗？现在是石头布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是用手的。No, no, no, 我是用手的，你行了，剪刀布，来，我想看了，我也放弃了，哎，又先，不是，来，有吗？哎，有，你丢人，骑兵来，收钱。25块！哇，今天满载而归啊！请客吃饭。哇，姐姐有看到我，你们可能有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不懂呀，我们我们换七一下，我打太低了，我三十七。对啊，给他们一人2块，叫他们不要这么多分身啊！OK OK， 来了，谁呀？哎，耶！开始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直接就是你，我是那个问题，我是那个问题，就是你直接。I can do it， 石头剪刀布。天哪，又来了，来我们来，我要去，我去，来。如果我输的话，真的是石头剪刀布！哇，真的好恐怖啊！我的心也是嘞，等一下我做 CPR 了啦。1、2、3，石头剪刀布！哇！终于有机会了，姐姐，我们还要看呢，有没有肌肉嘞？你要穿一下。如果我是肌肉，我们来唱一下，怎么样？这叫爬得越高，跌得越重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不敢相信耶！
想知道到底女子组会反败为胜吗？请敬请期待。这一集的节目是由从废料到肥料保护地球花草给予生命美好的 BioMax Green 特别赞助播出。